各位 LTV 的观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林宥嘉。第一套是穿一个浅色的西装，第二套就是现在上这一套宽松的。然后今天比较特别，我觉得是鞋子，因为都会露出那个我的脚，因为很少穿露出脚的鞋子出现。其实我不是名模的身材，或是帅气的脸蛋，但是还是试过蛮多不同的风格。当歌手以后，其实还蛮常拍照的，喜欢的那个拍照方式，就是可能活动范围如果限制住的话，我就会比较不知所措。所以今天还是真的完成了今天的工作。如果不是很必要去做，就是明星的场合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练习自己去做一个平凡人，走在人群中，就是练习自己的心态，催眠自己，然后反应出来就会真的很平凡。蛮常奏效的，因为我不打扮的时候真的很频繁，练习到一个就是很顺手的时候，要突然回来荧幕，就会觉得其实反而需要一些时间适应，说哦，我是一个明星，催眠自己说我现在要拍照了，我很帅。因为这张的专辑呢，很多音乐都是有点类似，就是生活的剖面图，就是用音乐来记录。那我觉得晚安在这个时代出现，我觉得蛮好的，因为它不是那么的大张旗鼓，或者是很沸沸扬扬的歌，就是只是想要告诉大家说，我们都需要晚安，我们都需要睡个好觉，然后明天会怎么样就再说吧。我觉得做得很好的一首，混音师在做这个东西，我觉得算是杰作。我很臭美，可是我是真的这样觉得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宥嘉，你现在收看的是 LTV。